好想知道到底是哪些星座，你知道？要注意哦，爱注意哦。来来来来，老师帮我们公布一下。OK， 好，我们这次呢的排行榜呢，基本上我个人会觉得以上升星座为主。那如果你不知道你的上升星座的话，太阳星座就是你生日的星座是可以参考的哦。参考用，参考用。以上升为主。好，那所以我们要先那个公布第三名的星座。好，第三名的星座呢是达拉达，当上升或太阳在射手座的朋友，射手座的朋友们，有没有觉得就是很是讲到你心中的话语？来刷一波笑脸，应该刷一波哭脸，就是为什么我上榜了？对，因为应该这样讲，因为射手座这个星座有个很有趣的特色，就是他们大部分其实因为做什么事情他们都会想做这件事情都会做很快，比如说包括像吃他们可能也会吃很快，是，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如果你都吃东西吃很快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不小心就过量了啊，因为吃很快会很容易饱，可是也很容易很快饿。对，好，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其实不少射手座的人上升星座更明显，就是他们不太喜欢浪费，而且他们看起来通常也不小只，所以每次就剩一点点的时候，人家都会说什么“啃菜味”吗？哎、欸，谁大家两块再吃一吃啊？吃一吃，然后射手就会自己主动拿筷子，是不是？对。然后哪一些星座是不拿筷子的？就是想说随便啊，一定有人会处理。比如说像巨蟹座，他吃饱就吃饱了。完全就是拒绝你。然后像金牛座，他对于那种看起来已经是菜味的东西，就已经剩菜那种东西，金牛座也不太有兴趣。不要跟这两个星座出去吃饭，对，菜味就剩你的。可是像射手座，基本上这个星座，他们给人家感觉其实也还蛮会吃的。然后像我们前有一个同学，她也上升射手座的女生。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出去，比如我们吃什么火锅啊，或是吃什么铜板烤肉，我们剩下的那种肉就全部拨她盘子里啊，通包啊，全包啊。她是我们班的大胃王，可是她其实看也还算瘦，可是她是我们班的大胃王。就是很能吃就对了，对对对对对，能吃就是射手座，对，所以他当分母不太好，因为他会把很多的食物都吃掉。他不是会把很多的食物吃掉，他是看到剩下的那些，他觉得浪费很可惜啊，他把剩下的那些都吃掉。好好，所以射手座的朋友可以约一下，万一觉得怕食物浪费的，就是射手座莫属了。再来我们的第二名，第二名呢，哎，是还蛮可爱，大家都会想到的双。谁会想到是双鱼座？其实大部分的双鱼座，大部分上升会比较明显，大部分的双鱼座都是肉肉的，但他们有很能吃吗？而且年过中年会更严重。哎，因为在印象中，双鱼座就是你知道比较娇娇弱弱啊，然后吃几口，没有，我饱了，就这样子。然后你请他吃，他可能也不会再多。在印象中的双鱼座，对，可是实际上双鱼座他们是很容易，比如说一边追剧一边吃。啊，一边看电影一边吃，手上一定要有个东西呀、啊。一边聊天一边吃，那你知道，比如说边看电视边吃，你到底吃了多少你也不清楚啊。啊，因为无感。对，就因为边看边吃，比如像最近很多剧好追，对不对？哦，对、啊，大家刚追完的，可能妍希呀、啊，然后如懿现在也正在高潮当中嘛，对不对？哇塞，就常常边看边追啊，对不对？双鱼座，双鱼座，怎么不追剧，对不对？放下手上的零食，专心看剧。从醒来开始看，一直看到深夜不醒了，昏迷了这样子。哇塞，这样连假不胖很难啊，因为连假三天都在追剧啊，超过12个小时吧，手上都拿一包换一包换，可能洋芋片，再来仙草，然后可能烤肉剩下的东西，然后再拿出什么玉米片，对，各种，对，这样怎么不胖？这样不行，双鱼座听起来有点恐怖。好好想一下，而且中秋节又好多的月饼，对，月饼一颗热量又高，不是，到底是他。射手座可能胖3斤，那双鱼座可能胖3公斤，这range有点大哦，有点恐怖这样子。我突然有点忧心，第一名是要胖几斤？来来来，公布我们的第一名。好，第一名其实大家有点难想到，就是狮子座。真的？可是为什么会把狮子座放第一名？因为这一次，因为我们是配合中秋节的这个主题。那我们知道狮子座大部分呢，在中秋节，要么就是他请人家吃饭，要么就是人家请他吃饭。哦，是饭局多。饭局多，然后再来是送礼的也多，不管他送人家礼物还是人家送他礼物，
柚子啊、月饼啊，那么多怎么送上来啊，只能硬着头皮吃了。没有，他没有硬着头皮吃，哎，狮子座是很挑吃的，对，比较挑嘴。对，然后呢，所以呢，狮子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通常大部分都还蛮爱甜食的。嗯，是蚂蚁。对，狮子座碰。我真的，我这第一次看到一个男生很爱吃甜食，狮子男也是，就是狮子男啊。对，因为大部分男生其实对甜食他们都觉得很腻啊，对啊，没什么兴趣，不喜欢吃。嗯、可是我真的碰过不少狮子男，他们对什么蛋糕啊、巧克力啊、嗯、月饼啊，像这种甜食，他们就非常有兴趣。所以你想给人家送这么多的柚子，送这么多的月饼，怎么能不吃呢？可是狮子座这样人缘那么好，可以分送一点给别人吧？他们先把自己喜欢吃的挑起来啊，就挑剩的，就是哎，来来来，哎，这个不错哦，借花献佛这样子，对对对对，哇！比如说蛋黄酥嘛，他喜欢吃，可能都留下；圣诞莲蓉不喜欢吃，都送人家。都把狮子座朋友好好想想，就是下次收到狮子座朋友的食物的时候，嗯、你可以心里想说，哎，这是不是他不喜欢吃的？哎，我想让他说了，就是推给他这样，就想想，哎，嗯，你是不是不喜欢吃这样东西啊？没有啦，狮子座其实也是大方啦，嗯、送礼也算大方，送礼是大方，只是吃上面，所以蛮多人会回礼的。哦，所以他因为送出去多，回来也多，嗯、所以这样廉价下来，他打算胖几斤？这个、老师都叹气了，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限量。老师都叹气了，来来来，这三个星座廉价，好好思考一下，要吃这么多吗？